欢迎继续收看《开播大中华新闻》，我是杨淑晴。现在正是设立卡玛岛的三季，农民、施渔民为着推广保阳乡的卡玛岛，每年的元旦假期都会举办活动，和平将千秋版卡玛岛，另外打卡、按赞、歌颂新鲜蔬果，一连四天活动要和平将好食个好耍。卡玛岛园内面每一粒卡玛岛大粒阁真红，即马开始进入盛产期，卡玛岛的品质真高。民众一人揢一个篮，伫公园内面家己挽，趣味，啊，搁带小朋友来嘛，足赞嘞！来遮搁采果乐园亲子，真赞。民众每年都来遮挽卡玛岛，随手一挽，就是满满一大篮，一届200块，打卡搁再送一篮。另外边啊农产蔬菜家己拣一种，民众感觉真会好。啊，真欢喜嘞！做活动呢，对呀，对呀，嘛要过来办，办了等就要过来。够彩够他妈多啊，去办呐！哦，超划算的，比市价还便宜哦。新埔啊社区理事长施渔民提供卡玛岛园，和平将家己办卡玛岛来吃。伫你新春元旦期间，有通耍，够有通吃。市长农场吼，啊，上重要，咱咧做目的就是讲，要让咱咧都市的人吼，来带亲子采果乐吼。啊，利用这个假日的时间吼，你若来采果的时阵吼，啊，一个200块，啊，200块你若讲有拍照、上传 FB、搁打卡、按赞，搁送伊一人吼，啊，你采3000多丛吼，啊，你若无去阳台吼，有买的人吼来，我拢送伊一粒菜吼，看是要高丽菜、啊花啊菜、菜心、包心皮啊，拢会使的对。连续四届活动，除了和平奖品尝多采收的新鲜卡玛岛以外，皆当亲自办蔬菜。来证明李署长的卡玛岛品质真正是一级棒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、保严采访报道。